圣诞礼盒，今天我要来试妆。其实之前已经试很多次，但这次要认真的画眼妆。然后我现在是，还没有擦保养，也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戴了隐形眼镜。对，然后等一下我要开始，先从保养开始。先涂化妆水。先在手上，这是在韩国新买的，是仙人掌的那个香味的，就是它是原料都用仙人掌，对。脖子也可以顺便保养一下。好，然后再来是淑慧阿姨那边的粉刺水。粉刺水呢，只要用九下就好了，所以我就只用少少的，额头、鼻子、脸这边、下巴，主要是鼻翼这边，然后跟你有痘痘的地方涂一下。然后这个乳，再来是乳霜，乳霜也是淑慧阿姨那边的，就是也是少少的，这样就好了一个。对，这样子就可以。对，它是平常可以出门。最近我都只用这三种，然后就保养就完成了，很简单。接下来是用苏苦的那个粉底霜，奶油粉底霜。然后一样点在这边。点。先这样子，不好意思，用太多，拿个镜子看一下，这边用手指这样子抹开就可以了，轻拍。后来我找到就是比较用它比较实、比较好、能更贴妆的方式，就是用手指。然后少少的量，你把它拍匀就可以了。然后，刚刚我整张脸已经好，但是我现在在用一点点，就是想要补在就是我想要加强的位置，就可能是脸颊这边跟鼻，又太多了，反正你就可以用手指轻点的。因为我觉得轻点它更服帖，然后它真的到下午的时候，它会就是颜色更漂亮。我只用这两只手指头。我第一次用横的路，觉得很不习惯，不知道眼睛要看哪边。好，差不多完成。就是底妆就这样子，因为白日梦我觉得就是清透的底妆。好了，秋果的这个真的还蛮好用。再来要画眉毛，到底要看哪边？要看镜头画的话，右边。先把眉形画出来。因为我比较重要其实是染眉膏啦，快没有了。因为
因为只要蓝莓膏上色，我整个就会有精神了。因为我如果没有上蓝莓膏，感觉就像没有化妆。今天要画的是粉红色的妆容，总共有两种妆容，一个是粉红色，一个是咖啡色。然后如果是画粉红色的话，等一下我会介绍一下，我今天会用这个颜色去打底，这个颜色。好，我用比较粗的这个颜色打底，你可以涂在眼窝的地方，涂高一点也 OK， 就是用这个三号的粉，然后一直延伸到下面。你在这边下面的时候也可以画，画一圈，主要是这边吧。好，现在就会有差，这边是粉色，然后这边是素的。那我是应该先把一边画完，现在已经有点淡淡的粉色了，这一圈，然后接下来像细的这一边，用八号，这个八号，刚刚是用三号打底，现在用八号，想要画在靠近眼，就是睫毛根部的地方，好难画，到底要看哪里？睫毛根部就是加重，就是有点像眼线，但是因为是粉色妆容，所以没有特别说，就是没有特别就是要用深咖啡色，因为它是粉红色的妆容，所以我就在用八号色加强眼那个睫毛根部的地方，连下面都可以画。好，再来是用。我找一下，再来你也可以用，这个，我也是要看雅姐给我的反应，因为我有点忘记。接下来我是要用二号，画在眼尾的地方，眼尾这边，就让它在这边有一个就是这样曲的这种，一个 C 字形。二号，因为二号其实这种颜色的不会很明显，你想要明显你就重一点，因为其实都是堆叠的。对，好，最后用这个一号的画在眼头，有点打亮的感觉。那就完成粉红色的妆容，在这只眼睛的地方，快速的把另外一只眼睛也画完。可以用卧蚕笔，妈咪卧蚕笔再加强一下。好，最后画个眼线。上架的时候，商品页上面都会有很清楚的教你两个妆容的那个步骤，然后其中一个这个，我觉得八号色也可以当腮红，对，
那你要再把它打散。我涂太多了。这一盘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是打亮，打亮可以用手就可以，它其实有附一个刷具，忘了带好了，先打在鼻子上，先打在鼻子上，先打在下巴，然后额头的地方，额头我觉得用刷具刷会比较自然，然后如果你鼻子比较塌，你就可以打这边。然后跟这里，找到刷具，刷具其实就是开始旋转，一点点就可以，你就有打亮的感觉。那你还可以再画个阴影。打亮其实不要用太多，因为用太多的话会太夸张。那接下来再画个阴影，阴影是我用别的，就是之前 MAKE 的，然后其实它还有一个唇膏。这次是走比较有点点一点点南瓜色的，不要太多，用涂的就可以了，用手就有点晕染的感觉，我喜欢就是有点涂出去外面的。就是这次粉红色鹅妈咪粉红色的眼妆，只用了三个颜色，对，然后连腮红跟唇全部都是鹅妈咪的，然后等一下换一套衣服，很可爱，下次再试试看咖啡色的妆咯。这次只用了这个，一号、二号、三号跟八号就可以完成这个妆。然后唇色也是好看的。我画完底妆，今天想要试咖啡色的妆容，然后我会用的是五号、六号跟九号这边，先用六号打底，然后用九号画在这里这边 C 字形，然后会用五号再画在眼头打亮。
然后因为咖啡色的妆容，所以我特别穿了咖啡色的高领，然后咖啡色的发夹。然后先从这只眼睛开始好，先用6号，沾一点点就好了。没有很明显，是在手上看一下颜色，其实它很淡哦。如果想要重一点，因为它其实蛮淡的，所以可以画多一点。因为我会用这个打底，所以你可以先在这边晕染多一点，然后画在下面。等一下才可以再用手这边去把它晕开，然后下面的部位可以这样。好了，然后再来先用这个咖啡色，所以应该用深一点的这里。不要用这支，用另外一支深买3CE的这支。哎呦，太多了，画在这边。刚刚我已经用了一点点，这个好像是画眉毛的，有点太多了。好，两只眼睛就会觉得这只比较，那可以画过来一点。就是好，这只我觉得我用错，没有找到好的刷具。不想用这个刷具。好，我换到了一支刷具，这边用这个咖啡色的，你可以从这里开始涂，把这个三角形补满，延伸，然后这里也是。好，刷具其实很重要，因为刚刚用错，所以这支比较适合，然后把它延长，这样眼尾用这个9号，我觉得一点点就够了。这样的话，两只眼睛比起来，就这只是没有画的，这只是已经画了，就觉得好像比较拉长眼尾了。然后接下来其实就是在，眼这个眼头的地方用这个颜色，5号的颜色，这样加亮一点点，一点点就可以。这样就有，其实是淡淡的。好，快速画完这只眼睛，最快速的方式。然后其实因为我很在意卧蚕，所以其实我会再用欧曼蜜的卧蚕笔再打亮这支欧曼蜜的卧蚕笔，再画在这里。OK， 好了，最后我还是其实会加一下眼线，因为咖啡色的眼妆我觉得重要的其实也是眼线，眼线我还是要看镜子，不然我不会用。因为刚刚已经有眼尾加长，就顺着那个方向加过去，跟你刚刚画9号眼影色的一样，就是加顺着加就可以了。那眼尾补一下，这边加还蛮长，这边可以再自然一点点。OK， 好，
我的眼妆已经画好，我一样是用八号的这个颜色，然后画在我的腮红，但是我这次画在这里，这边画一个三角形下来，刷下来。之前画粉红色的时候是画在这边可爱一点，但是这次想说咖啡色应该不用画那么可爱，对，但是就是你可能要拍一下，我没有拍，就会比较大，大的，对，嗯，你可以再用这种亮的加在这里，嗯，好，接下来是打亮，那打亮的一样，其实，嗯，我会用一样的那个方式，就是一样打在鼻头，嗯，打亮一样在鼻头的地方跟下巴，因为它个少女光，所以你其实就是用一点点，它就会有打亮的感觉。然后在这里，刷具其实你用刷具更清楚，更自然。我找不到刷具。然后再下来，我一样会用阴影，就是之前 make 的这个阴影，就是涂在这里阴影的地方，黑色的阴影，好像差不多，对不对？这边这条太亮了。接下来是唇，一样是这支 Hermione 的这个唇膏，然后画在这里中间，先把它用满。哎呦，然后我想再加一点。红色的加上去，因为我现在是画咖啡色的妆容，所以我想要加一点亮的在中间，就是比较浓的感觉，其实可以，它可以层层叠，就这两个颜色加，就这两个颜色，因为 Hermione 其实有点南瓜色，然后加上一个红一点的颜色加在一起，我觉得其实颜色蛮可爱，就有点叠擦的感觉，然后就配我现在这个妆容就还 OK。那我等一下可能会换一个比较，我也会穿比较，我会穿洋装，豹纹洋装，然后想说搭的，因为昨天的那个粉色妆容是穿的比较少女甜美一点的，然后今天就想说可以穿的比较大人一点点，哦，腻一点点的感觉，然后配这个咖啡色的妆容，这两种感觉是比较稍微不同的。然后我的隐形眼镜戴的其实也不一样，因为今天这个是比较偏灰色的，然后昨天是咖啡焦糖感觉的，不同样子。